那么问题来了，谁比较厉害呢？吕布、神司马，选神司马吧。来，王毅，我们跟你是一国的啊。能不能换个吴中出来？没吴中，没啥用。顺手牵羊，哎呀，完了，被顺了张牌。好顺了，手牵羊。这被顺了一张牌，两圈醒不了了，我跟你说。两圈醒不了了，这个被顺一张就是两圈醒不了，那咱就别醒了，就不要醒了。有个鲁肃蛮烦的，还是多装一张吧。看看反贼怎么动再说。杀！杀！丢九杀的，难道要忙就不忙狠一点吗？羡慕吧，没人跳身份的啊，鲁肃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失财而得贤友，善要莫不大要不把焉。牌给我吧，鲁肃。哎呀，早知道应该再装一张刀的，但是我实在是舍不得连弩顺手牵羊，呀。哎，这鲁雷肃动，估计是反贼，挺难打的。雷杀，这貂蝉也太重了，就是。选出来就是挨打的命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貂蝉，这貂蝉实在是重的不能再重了呀！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白狮子也没了。用兵之道，如果曹冲是变中的话，能化保一下貂蝉还行；万千如果军。曹冲反，那真难打，这个狮子应该给鲁肃的，太自私了啊！希望别是徐晃中嘛，徐晃中真的没得打人是铁，了啊！饭是那钢，咱还有一线生机，顺手牵羊，这找不死屑啊！前耻，不惜物生。你就决斗貂蝉不就好了吗？顺什么手啊？傻，雷杀，虽是妇人，亦当奋身一真的是搏。傻！就决斗貂蝉，就先把貂蝉弄死嘛。然后不是很稳嘛，对吧？借刀杀人。妈的，出了杀我就又没有技能了。没了就没了吧，我也不用指望能干啥了。我等下就把徐晃剁了，雷杀，对吧？剁了他我还能那个呢，此计剁了他我还能可连取可破用。呢，开玩笑啊，这么自私啊，连破。杀！且看你如何自救，如已孤立无援，乖乖领死吧。一顿不吃，饿得七几慌。张？一张两张？七两张牌。忍一时，一鼓作气，破敌制胜。接下来要对付一下曹冲了，杀！砍他一刀再说。闪！妈蛋！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火杀！这个免费送的啊，忍一时，风平我本浪来就有一静。点血是多出来的，然后就醒了。如果说这个曹冲是中的话，还真是曹冲中。曹冲是中的话，挺麻烦的。这个曹冲这么没种，竟然。竟然我砍他都出闪的啊！
将军，这些都赏给妾身好不好吗？哟，如果鲁肃也被打死了，就没那么好打了，就有点危险了。不至于一个桃都没有吧？这帮白痴。哼，乐不思蜀，那也挺厉害的。人家不喜欢吗？还给你吧，失礼了。无懈可击，关我屁事啊！挺好。千金散尽，一笑置之。不是我跟你说，鲁肃死了也没崩，貂蝉翻面了，打他就是了。到时候打的他跟曹冲一起翻面。哎呀，我的好牌被换了。妈的，我这么明显一个内奸你看不出来的，妈的真是傻，我靠，过河拆桥，真是烦。火杀，闪。不过这张桃倒是挺值钱的，退一步。啊，行，看把你能的啊，你去吧啊，看把你能的。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到我的回合，我要想想怎么打了。不过这边陆逊卡闪的，无所谓的，让他去。打无懈可击，我很亏的。打无懈可击，张合就来偷我的牌了，不是一样的吗？我少一张无懈，再被张合偷一张，有啥区别吗？不是一样的。桃子跟酒，反正我肯定能拿到一张。我也想玩杀鲁肃啊，可是，哎呦，桃子归我了！哎呀，不客气了。无懈可击。这曹冲非常烦。对呀、啊，张合没有把白银狮子给曹冲呀、啊，给那个谁呀、啊？这鲁肃有那个啥了，打不死了。九雷杀，这个九雷杀是什么鬼啊？哎，这王一别自己被偷掉了，我靠！哎呀，在千里，天教王你谁人能救？天教王你难瞒入侵。极致极致，顺应天意，得道多助。天教王你谁人能救？依我看，我操，这是什么？无懈可击。哎，不是，这太过分了。无懈，我必须找张乐不思蜀才行。我靠，顺应天意，得道。这我第一次看到他妈摸三桃的，切记切记，真的我第一次看到摸三桃的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先制衡吧，最好把他刀拆了，然后杀掉那个貂蝉。天之道，哎，来了。轮回也，无中生有，顺应天意，得道多助。过河拆桥。妈的，气死我了！我靠。火攻。打不死我也没办法呀。啥也得留一张的。仁者爱人，真没打死。仁恒爱之。这没打死就算了吧，他还有装备，制刀等连破吧，好吧。桃没必要留那么多，顺手青阳也不用留了，顺不出去的，一张两张三张四张。忍一时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这牌真是尴尬，随便连一下，然后乐一下吧。铁锁连环，顺应天意，得道多助。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
前面我必须先火的，不先火这个貂蝉，我弃了牌留火攻，回头花色不齐了，不要贪连破了。哇，他这陆逊真牛逼，真的上了，还能打还能打，俩反贼都活着呢。但我不能一个逃都不留的，因为反贼会去偷主攻的。水无常事，水无常形。无中生有啊，就等一回合再乐，对吧？说的也有道理。火攻，哎呦，不要去火了，画面太美，我不敢看呢。这曹冲手里三个桃，那肯定不偷我啊，我内奸，他怎么可能动我啊？依我看，这曹冲你妈无敌了呀，有我在别怕。这曹冲真的是无敌了，我靠。这个我特别难打，我靠，到了貂蝉的回合他有可能阴魂我或者阴魂张合了。我现在这恨不得自己能掉点血了，我要不把装备都治了算了。唉，太厉害了，这个南蛮入侵，这南蛮入侵我又不能开的，桃子还是留着吧。南蛮不要了，不能用。天之道，轮回也。能弄死他吗？过河拆桥，顺应天意。怪石斧，天要亡你，谁放？这必须把貂蝉弄死，曹冲可以放着。太好了，死了。退一步，接下来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。加满还是拿了吧，挺宝贵的这个牌，这张乐放一放。忍一时风平浪静，加一我下回合可以拿着制衡的，又不浪费牌。反正有可能要偷主的，所以说我一定要留讨保主公的。曹冲一中乐，反正马上就去偷主了。兵无常事，水无常形。你敢偷我加一码你试试，他肯定敢偷的啊，想想也是，那你死定了。南蛮入侵，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让你丫的拿我的，你去吧。孰重孰轻，一称便知。此举可破敌之围。妈蛋，我这样还真不敢留桃了。杀杀张合，杀张合，不能忍这个张合。闪，当然灌石也不能灌啊，我吃桃了，掉血了，我肯定是不能忍的。是不好打呀，我跟你说，就算这些人全没了，我的灌石斧太宝贝了，绝对不能，绝对不能掉的。我说就算现在这三个人全死了，我跟王姨单挑我都不一定有把握。妈的，要没忍接标记了，无懈可击，但我也得打，而且这个连破得，而且要用要过牌的。我操，无懈可击，那我不管，这斧头一定要留着。好，
曹冲就是个废人了，让他去。妈的，没人了。不想玩了，你赶紧滚呀！不想玩，你赶紧滚呀！你在这废话什么？想想，我把张合乐了，逼他跳乐，怎么样？还是我把曹冲乐了？还是我直接弃牌？妈的，弃牌算了，一张忍都没有，打你妹啊！是很难打呀，现在绝对不能把曹冲砍死，把曹冲砍死没人保主公啊，只能等他自己吃血，吃血之后我再去砍他。但不乐这个张合，我担心张合把主公偷掉，你知道吧？这张合是有偷主公的能力的。我也知道不能乐曹冲呀，我有点想乐张合。兵无常势，张合每回合把主公的闪偷掉，如果他手里有虚报牌的话，主公就有可能被他弄死。这一局我的机会那么大，我怎么能轻易放弃呢？此举可破敌之围。我也再想想这个怎么打比较好。铁锁连环倒是还不错，锁了然后攒忍吧。铁锁连环，哎呀，这个木马实在是用不动，乐还是要留一下的。我现在特别担心主公出问题。杀！依我看，小事一桩。我现在特别担心主公死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我操，完了！这曹冲故意求死。子桓哥哥。好吧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没牌。那怎么办？张合有可能把主公偷掉。我操，张合有可能把主公偷掉，我哪知道这曹冲这么不抗揍啊？变化万千。还好，偷了个乐，问题不大。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唉，怎么办？摸个九我就冠师傅九杀陆逊，对吧？顺手牵羊。我靠，你不要顺我的。哎呀，这陆逊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打得好。此计可歼敌精锐。我操，对我这么好？我输的多少？你不要骗我啊！这只能先制衡了呀。也只能制衡啊！等一下，能不能快一点？制衡吧，制衡吧，找张九就赢了。我操！你说有必要用晚杀吗？根本没必要啊！这张合手里有桃，我真的是死给你看！火杀！我还是太年轻了。闪电。闪电，叫刘桃保主公的。一张，两张，三张。判定牌，我想想啊，先留一下吧。脸破一下。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就是这个，就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这个白银狮子。我找找看能不能找到过河拆桥。顺应。我操！过河拆桥，顺应天意，得道多助。顺狮子还是怎么样呢？我要思考一下人生。你们不要急啊，我现在紧张得很。过河拆桥，拆把狮子顺过来吧。顺手，这样多点牌。顺应天意，得道多助。制衡还没用过呢。桃子不要了。这张差点制衡掉。天之道，轮回也。
好了。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他可以跳判定的，倒是。逼他跳判定了。他跳判定，他就打不了主攻呀，没问题的。只能逼他跳呀。兵无常势，拆手牌拆又拆不光的，还不如我自己攒个忍算了。逃没有用的，我能保得住主攻的。我操，主攻送了，哦，吓死我了。说的也是啊，我哪能想到主攻手里是张杀，是我以为他是张闪。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此举可破。你们说的有道理，应该拆一张的，是应该拆一张的。我靠，这下糟了。主公突然报警了，好吧。火攻顺应天，这没办法，只能把这波忍用掉了。前面多一张拆顺就好了。顺手牵羊，顺应天意。这主公突然报警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换掉吧。这个只能看命了，我跟你说。天之道，无中生有，顺应天意。前面有多一张拆顺就好了，没有呀？问题是。过河拆桥。顺应天意，得道多助。借刀杀人，顺应天意，是我大意了，各位，刚才非常抱歉，真的是我大意了，我现在还是好好打了，你们不要吵了。杀！我想想看，冰凉寸断贴了有没有用啊？贴了，他直接跳判定就没事了，对吧？那我还贴他干嘛？不贴了呗，多攒点忍吧，判定牌还是要留一张的。一时风平浪静，用兵之道，变化万千，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反正他们都不敢碰我，对吧？碰我，我翻面就是了。用兵之道，变化万千。火攻自己太亏了，火攻自己实在是太亏了，这个接受不了。嗯，把主攻翻掉算了。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要么翻张合，翻张合不如翻主攻呢。你去吧。此计可这每回合被张合偷视吃不消。哎，他果然不敢再碰我了。这回合可以吃个桃过了，我有无懈的主公死不了。我操！是谁借给你的胆子？老夫即是天命，可惜不是我收的呀。现在问题就是怎么才能打得过这个王毅呢？怎么才能打得过这个王毅呢，同志们？找拆顺，南蛮入侵，还是续一下南蛮入侵。不过一样都是裸摸的牌，打了算了。南蛮入侵，顺应天意，得道多助。这个必须攒忍，寒冰剑也没有用的。是打王毅不好打呀。必须把王毅翻掉才能打。就少个就他多这个盾，没这个盾是可以打的。我想一想啊，我要不要掉血攒个忍？我有个逃的。忍一时非常难打，看命了。我现在闪掉了，等一下打他爆发的手牌也少。此举可破。他有个八卦阵特别的讨厌，我操！我要这倒霉玩意儿干嘛呢？这么多桃。
两回合，求爆发吧，还是？天之道，轮回也。万剑齐发，顺应天意，得道。你说我每回合都要改判定，你说这太难打了，这哪改得动啊？我靠！老夫即是天命。我操，赢了！不要责怪你爹爹。可以可以，这王毅没留闪，或者说他的闪太少了。他闪被我用光了。这主公其实打得蛮好的，其实这主公打得挺好的，就可惜碰到了我。不过中间有一段是打得有问题啊，有点对不起大家了，有点对不起大家。就是怎么说呢，这录像我存一下，回头我自己复盘，然后百坑讲坛之后拿来讲解一下，说说哪里有问题吧，好吧。反正肯定是有问题的，这东西要复盘才知道。这样吧，这个礼拜四的百坑